紧急状况之下，万不利有人受伤，你敢知影要安怎进行正确的急救应变，会当让伤患更加有机会活落来？咱会当参考 SMART Smart 五原则，评估当下的应变方式。第一步 ，Surrounding 先斟酌评估四个位的环境。假使你人伫危险的所在，应该先找到附近有加载的安全地点，先确定家己的安全，再来去救别人。第二步 ，Move 离开危险的所在，甲伤患刷去安全地点，优先选择看起来完整的铁基红木头建筑做避难地点。第三步 ，Alert 通报医疗、消防人员，找专业的协助。第四步 ，Resource 确认你手头会当找到的急救资源，像急救包、药品，也是会当做回急救伤患的人。第五步 ，Triage 评估伤患的状况，伫急救人员到位进前，进行初步减伤甲急救。咱会当由伤患的意识清醒的程度、喘气甲心跳频率、体温，评估伤患的严重程度。那伤患大量出血，无喘气也是心跳，爱随甲急救。平常咱就会使先学空手加压止血法，使用止血带、空气包扎、CPR 这类基础的急救技术，危急的时阵就会当发挥作用，救家己嘛救亲友宝贵的性命。有准备，有保庇，守护国家靠家己。空手加压止血，止血带，心系护手术。